随着工业的高速发展，碳纠和探索新能源得到全世界的高度重视。锂电池作为动力电池，已成为全球新能源产业革命的先驱，有着极其广阔的应用前景。启动绿色密钥的重合，合肥重合动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庐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宜湖西路58号，地理位置优越，拥有合肥水陆空大交通的便利，沟通南北，城东接西，通江达海，是合肥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占地150亩，主要生产经营动力锂离子电池、数码电池、储能电池及电动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组，帮助客户提供完整的电源解决方案。目前已具备8条锂离子电池自动生产线，年产能3000兆瓦时锂离子电池。在2019年到2024年，公司第一个5年计划里，将在合肥庐江高新区创建及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电动车用电池产业群。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众合人始终秉承以质量求生存，以诚信求发展，以管理求效益，以科技创未来的质量方针，以卓越的品质、丰富的产品经验服务于市场，打造属于自己的锂离子动力电池上下游产业链。众合人把握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方向，聚集行业精英，组成高效率的技术开发与服务团队。公司在电芯及电池组的研发生产方面已输出30项国家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0项、实用新型专利15项及外观专利5项。众合动力专为客户提供锂离子电芯到成品电池组在内的完整系列产品。为提高生产效率，公司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在生产过程中精益求精，从采购、生产、检验到产品出货，严格管控每道环节，确保产品质量零缺陷。公司建立了一套涵盖质量、环境、社会责任、职业健康等方面的现代化科学管理体系，主要产品均已通过 CE、UN、UL、BIS 等国际认证，并达欧盟 RUSE 绿色标准。众合人本着团队、诚信、创新、感恩的发展理念，站在长远合作的战略高度上，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倡导全程服务理念，帮助客户创造最大价值，建立良好稳固的长期合作关系，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和好评。合理创造精彩，众合人努力实现着客户、企业和员工多方面共赢格局，前瞻未来。公司发展规划正在稳步推进，我们矢志将众合打造成能源领域最完整电池体系供应商。众合动力秉承高效融合、创新发展的企业文化，致力于打造新能源低速车全产业链，让锂电走进千家万户的梦想成为现实。众合人从周瑜故里、巢湖之滨扬帆起航，一路开疆辟土，在中华大地拓展出一条动力新能源发展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众合人深知既要保护绿色环境，又要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前途漫漫，众合人有信心、有勇气，对前进征途的探索永不停歇。